我就听懂寻摸了。这他还说的比较出动腔圆，还能反着说。哎呀，人家君瑞是上戏毕业的，你让人家稍微学一学你。九月回老家演那个什么去？演那个司马迁去。司马迁那个地儿发明一种面，是中国最老的方便面，就是那个方便面叫学面，就是上边一个哲学的哲，底下一个足，这字念学，就是学嘛东西，就是这个，因为学嘛东西是你到处溜达，你到处走，是吧？所以哎弯着腰，弯着腰，所以你想一个哲，一个对，一个哲，一个足。那个面呢是用荞麦，把那个荞麦擀，就是做成饼，把那个饼呢给那个那叫什么切成它丝儿带在身上，可以出去就不点火，路上如果吃饭的时候拿开水一烫，就那种面叫学面，就是走着吃的面。哦，他们申请了一专利，就是说世界上最早的方便面，但没人理他们。那个方便面是那个县里边最大的一个旅游热点，全县都说那好，但那个做面的那人是甲肝。我那县委书记跟我说，我说我在他们家住过，他是甲肝。他说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说他告我的。那县委书记就不说这件事了。对。